嗨，大家好，我是七二娃，现在我要出发中国十年的孩儿机喽。我现在已经到了我十年这儿了，他出去要药丸去了。我说我跟他一路去，他不让我去。你好，乖。这一戳起的裤子，那就药丸。来来来，好大个家的这些汉堡药丸儿，十年前药丸卖到好多钱哦，啊？三十七了，得百亿。恁子喂来咋子啊？喂一下没得办法呀。喂十年都不得舍本噶？喂十年肯定舍本。好多钱一斤嘛？现在这汉堡药丸儿？汉堡药零点一块五，这街上卖15块，我那放零点一块30块。啊。我舍本要舍。这个是牙弓，你看这个牙弓那咋子的？它发现颈椎病吗？好吃的，真的。哇塞，这里还有无花果哎！十年，这个无花果吃的了不？怕才吃的吗？怕呀咯！人家说的怕就可以吃。我来尝下这颗无花果。还可以，比较羞涩的无花果，就是感觉还没有展开。吃完啦，在这里小北才回去煮汤嘛，还是炒我？煮汤噻。好。那你还喂了猪吗？你喂了猪吗？我去看你的猪看。哇，这是黑猪哎。我进来的时候，他两个在收瞌睡。我十年说你两个点都不爱干净，爱点干净嘛。刚刚看见那个猪来，这一根了，被猪屎搞困。哈哈哈，累死的，意思是咋一回事来着的啊？我杀了就是你照片啊。好久杀嘛？应该4月份才杀。那到时候你杀多些通知我哈。嗯。哈哈哈。你买这个猪的时候，贵得很。猪要三百，讲4000多的本钱了，他一喂十鸟，喂几把十鸟，讲就买本价2400，2400讲就在欧巴谷喂几两巴谷，要5000多块钱，未来你说卖，现在卖不到5000多块钱了，卖不到。哎呀，三百呐，之前猪肉好贵，之前猪肉30多块钱一斤，妈呀，现在猪肉11了，哎呀，简直是三百再惨了，真的。你怎么喂了？那不该干净，喂的是火。那不该干净，你吃到那的肉都干净。人家我就说的，他是害怕吃的。他们说的，害怕吃的那个还稀过。我进去看到两个挨着睡起的哦。啊。两个是公猪是不？两个都是。两兄弟，我跟你说，两兄弟好得很。黄东军，喊你再说哈儿嘞，还没有黑。我是哪个？啊，没听到。啊，喊大声点。啊，念念吗？我现在都是念念级别的人了。才放真多油吗？你现在好多油啊？真多还不多呀？我可以点歌，是的。啊？我可以点歌，你来帮我举到哈嘛，我来点歌。就跟这哈。我可以。哦，那个，就不用你去慢慢的烤了。十年，你整好多个蛋，5个蛋啊？有。这3个是鸭蛋，那边的2个是鸡蛋。先把这个蛋煎一下。今天晚上吃这个小白菜蛋汤，然后茄子，还有一个甜皮呀。啊，又是点菜了。给你们看我十年的海椒酱哈，还有这个海椒拌饭的。红海椒。吃饭了哈，等下我十年的海椒拌饭好不好吃？
哇，你不要说，有好吃的。姑娘，你这个海椒酱好好吃哦。海椒酱哦。嗯。海椒酱好吃。哎呀，美女吧，那会儿就把那个拿糊啊把过来。哎呦，这儿嘛是的，哎呀。啊。还是喊我四娘弄的这个茄子哈。好吃不？嗯，好吃。嗯，真好吃。哎呦，我弄不了。嗯，小白菜。我感觉这菜真的好好吃哦。你这个是噻。嗯。你说嘛？哎呀。嗯。甜品我都吃很多了，甜品。我在成都的时候。哎呦。你们到那儿吃噻。嗯，好。这边还有飞机嘛烂的。还好，我到成都。你喜欢吃？哎，我不喜欢。你吃的海椒再来摸筋喽。说实话。有很多。嗯，哎呀，吃饱完了，喝完汤，好了，本期视频到这儿，拜拜。